今天来到妈妈这边，哎呦，眼睛张开了。我刚刚把她的身体啊放正啊，因为我来的时候都歪歪的，给她放正，然后这个脚绑好，到这里，脚照一下，脚绑好，然后我就开始帮她做按摩，然后她这个手呢是。过来了，因为要照他的脸。那我帮他做这个，刚刚脸已经给他按摩好啊，用油，用精油，用食用油。手边正好有亚麻仁油，就跟他用亚麻仁油。他一个朋友送的一个按摩的东西，然后帮他按摩脸部。脖子本来是歪歪的，因为原来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身体是歪的，放着就好，谢谢。哎，那我也有跟，说下次躺上床的时候，要把腿拉起来，让他整个人正。然后我就开始打开收音机，我先把收音机关了，要怕录到，人家有著作权的音乐。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做按摩，结果发现，哎，做一做，眼睛闭起来了，就看得到了，看得到他眼睛闭的，可以给他一个镜子，那他眼睛就闭起来了。然后我还是继续，因为他这个手平常是卷曲的，然后我就开始跟他拉这个手，就发现他的眼睛是闭起来的，就慢慢就闭起来。那我就是想说，因为这个手是经常是卷曲的，90度卷曲的。那我这样跟他拉啊，我已经持续做很久了，但是呢，这个手啊要完全直需要一段的时间。但是我相信，这个铁杵磨成绣花针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所以我就帮妈妈，那我也希望一些对做复健有误解的人，可以看到我这个画面。我们做复健，并不是所有的都会弄痛妈妈的。你可以看到他，我帮他做，他的眼神，他慢慢的眼睛闭上了，他也没有痛苦的表情。我相信，我希望所有我希望天下爱护自己老亲爱的老人家的时候，你要有这样的信念，帮自己的亲人做复健，其实是非常好的。你可以让他把气血、把肌肉松开，气血拉开，并不是。但是他们有时候是会觉得不舒服的，请相信我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老人家身体的气血的通畅。我妈妈之前吃了多少年的，吃了好多年的，吃了多少年，至少是2年半的高血压的药，降高血压的药，现在他的血压都恢复正常了，常常就是120、130。有时候，如果我那天没有时间来帮他做
做这种肌肉的松开复健，它有时候就会飙到140，又到140多，但是这都是可以被接受的范围。很多人之前我们吃高血压药也不过是140左右，不是这样，那140，后来吃很多降血压药就到120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只是要说的是，这复健真的是很好。我不是要虐待妈妈，我真的是为了她的身体。谢谢你帮我录音，谢谢。